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！开人了，不嫌事儿大。我们说一说这个土控中国的军队的事情啊，这已经是公开报道的事情。我看这个《南华早报》《联合早报》都在报道啊，说这个包子迪前不久呢下达了一个指令啊，以后这个演习啊都搞实战演习啊，是演习啊，不是演戏是吧？我们要有实战经验。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说法的啊，说这你看这个美国人呐，他根本就不跟你搞什么演习不演习的啊，都是直接在战场上去干活是吧？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呀，他总是保持在某种战争状态啊，一会儿乌克兰的，一会儿伊拉克的，一会儿叙利亚的，一会儿伊朗的，哎，反正他美国他一直处在某种战争状态。他是正儿八经的，即便是演习，他都是真枪实弹的啊，都不是开玩笑的，都不是演戏，而是演习。所以美军的这个打仗，他是说来就来，他不用准备的。但是共军的演习，他的所谓的过去的演习都是演戏，他不是实战，他不是实弹，都是一群婊子在那里演戏呢。就是哄你玩呢，是不是？就是放烟花呢，就搞这些个事情。那么西包子呢？你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一个撸袖子的人啊，他觉得想这个干大事儿，干大事儿你得有军队呀。所以西包子就是，他是建国以来，共产党建国以来头一回修改，头一回做出的决定，以后的演习都是实战演习，实战演习那是要死人的。实战演习呢是要正儿八经的，也动枪动炮的啊，开玩笑是不是？你如果水平不行的话，你很容易就是把自己给割了，是不是？结果就真的啊，说这个南海实战演习，短短的2个小时就导致这个11个年轻的小伙子啊，都是这个飞行员。全都给死了啊！比如说，一个叫做郑福豪啊，一个叫做邱明典，一个叫做张迪，是吧？都是王牌的飞行员，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的王牌是几个意思。哎，常瑞昭是吧？王牌飞行员，海军少尉王中辉，王牌中式飞行员，操李豪，上尉飞行员周新玉啊，飞行员。黄高明上尉飞行员，还有黄远航少校飞行员，还是啊彭博是吧？飞行员孙宏林一级飞行员，郑福浩特级战斗飞行员，邱明典王牌飞行员，张迪王牌飞行员。这个我搞不清楚，这个飞行员的王牌飞行员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搞不清楚一级飞行员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搞不清楚。这个少尉飞行员什么意思啊？应该他有职称的吧？都死了啊！都是九几年、96年的、95年的、93年的，还有97年的，全是小伙子啊，都死了。你说这个事儿，这不挨大了吗？啊，最大的是多少呢？是91年的。所以说明是个什么情况呢？我就看那些开人老不嫌事大嘛，你这么多飞行员都死了，一成批的死亡，是不是？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？就是你平时根本就他们的所有的演习啊，都是忽悠你玩的，都是就跟那个张艺谋在这个什么，在那个鸟巢做的一个晚会现场差不多，没什么太多意思。所以我是特别想把这期节目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啊。这个一直以来我是特别特别的牵挂台湾啊，但是我一直以来我跟台湾的兄弟们说话的时候，我说你们不要怕，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，他们根本就不能打仗。共产党的军队他打他的老百姓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老百姓手无寸铁啊。但是共产党打你们绝对不是对手，是不是？因为台湾的演习，我问了他们，他们都是正儿八经的演习。台湾的这边老美国人一直帮他们训练，那都是正儿八经的。而且台湾这边的话，它是有一个预备役的制度，是不是？人男孩都要当兵，
那中国这边的真是一个一个都娘炮兮兮的啊，没有几个人会打枪，都是扯淡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加上这个共产党这些年又拜金主义，完了以后共产党腐败这么严重，没有几个人愿意为共产党去死，这都不重要，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实战能力，就这么一个意思，没有实战能力，他的所有的演习。都是就是花拳绣腿，装样子的。结果习包子这个人呢，他脑子进水，他以为共产党真的有什么本事，他没有本事，他不能打仗。这过去也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将来也是这样。所以我看过这个晚清这个北洋军阀的，北洋海水师的这个跟日本人打仗啊，根本就没打仗，为什么半个小时就解决了啊？就是。那帮孙子在那个他们的那个所谓的亚洲最豪华的这个军舰里面，都是一帮窑子，知道吧？都是里面养了一堆的妓女啊，在那里嫖娼呢，是吧？日本人的舰艇开过来了，都开始打炮了，先发一枪了，先下手为强了，这边反应都没有。等那帮当兵的从这个舱位里面从里面跑出来，穿着裤子，他们早就船都快沉了。勉勉强强射了几炮，然后就没了，非常的快。所以日本人有时候说话呀，要听进去。日本人经常会说这种话，说你这个，说这个中国不是有海军吗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就是三个小时，日本不用美国帮忙，就可以让全军的中国的海军全军覆没，就这么多时间。他说这些话，一方面他对中国的这个军事的。技术设备他有了解，第二个呢是，他有他的历史为鉴啊，他知道中国的那帮军人呢都不是打仗的料。第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，他没有实战经验。那日本虽然是自卫队，人家有实战经验的，所以为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老是韩国呀、日本呐、完了以后还有美国啊，三国同盟军队啊。长期隔三差五的，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大规模的演习，是不是？那都是实弹演习，非常的牛逼的啊！这两天韩国的本土，哎，整个海域都在演习，都是日本的军队、美国的军队，这个加拿大的军队，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军队，五个国家在那里演习，那都是实弹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韩国的国防部长就说了啊，他说如果这个金正恩对韩国采取那种哈马斯式的恐怖袭击，我们将瞬间终结朝鲜政权。就话说就说成这样了，而且是国防部长说的。所以有台湾的兄弟姐妹啊，真的不要怕中共，他们没本事的，他们没有任何实战能力的。所以国内的人呢，遇到这个情况呢，中国国内的人遇到这个情况，他不这么想问题的，他不怀疑他们共军的实力，因为他们不敢说，他们会说什么呢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说的也蛮有意思的，就说这个飞行员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把它训练出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超级难，是吧？十几岁就开始训练，一般是考飞行员是15岁招进去的，你看我这个身体看上去不错的啊，肌肉发达，虽然矬点啊。我是15岁那一年，14岁还是15岁，就差点就去当飞行员去了。我爸还挺高兴，他觉得我去当兵挺好，因为我看上去像个没有文化的样子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去市里做体检的那个人，他妈的把日子记错了。等到我们去体检的时候，结果这个什么，结果体检的日期已经过了。哎呦，气死了！在那里忙了半天啊，结果也没搞。我爸唉声叹气。我当时如果去的话，我肯定就考上了。我身体正好，那个时候十来岁。他是后来我明白了，为什么飞行员招的那么早呢？就是你越早越好。现在的飞机就更难训练了，因为现在的飞机高科技的东西挺多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国内的人说起这样的十几个飞行员死，他都是这么说的：哇。这么多飞行员都死了呀！养一个飞行员，培训一个飞行员多不容易啊！怎么那么不珍惜呢？其实你从这个角度，你也看出共产党的这个实际的战斗力啊！他们不当回事儿的，
你想想吧，美国的飞机也经常出事儿，但是永远都是有一个话题，飞机出事儿了，但是飞行员呢，跳伞成功，没死，是不是？安全的救回来了，为什么呀？道理多简单呐，飞行员比这个飞机更值钱，是这个道理吧？我一听一说你就明白了。但是在途中国，一个飞机，一架飞机比飞行员值钱多了。现实就是这么悲催，所以我就告诉你啊，我跟日本很多朋友都聊过的，他们说中共共军为什么不禁打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不珍惜生命。他不珍惜老百姓的生命，老百姓的命不值钱，韭菜。他连军人的生命他也不珍惜，他连军人的普通军人也就算了，他连一个飞行员，他花了巨大的精力培养出来的这么一个飞行员，说死就死了，一死就十几个。你想想吧，如果你的技术好的话，如果你珍惜生命的话，飞行员是不会死的呀。你跳伞呢，然后把他救回来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死了以后呢，还给他追认一个烈士，还给他开个会，是不是？你让你们家惜命者死，然后去给你开个追悼会，给你一个烈士，行不行啊？所以啊，我就还是那句话，在中国啊，做任何事情你都是炮灰，真的。当然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就告诉各路英雄好汉啊，共产党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，纯粹就是一群他妈的淫棍。纯粹就是一群炮灰，毛用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吃喝嫖赌根本就没有实战能力。所以，印度的朋友啊，菲律宾的朋友、台湾的朋友、日本的朋友、美国的朋友都不要怕，他们根本就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当然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习包子这会儿为什么要在美国面前认怂呢？是不是？他也终于知道了，土共军没有战斗力的。打什么打？是不是打倒老百姓得了？是不是？然后开着坦克开到天安门，把学生碾成人渣得了？你还打美国、打日本、打台湾，是你能打的吗？谢谢。